气。然后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四个伙伴，然后今天子莹也有来到现场，然后我是依萍，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小乖和依琳，但是他们今天没有前来，然后就由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计划。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有两分钟的时候没有自我介绍，因为想说如果自我介绍，我可能自己就要减二，就之后可能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其实是台大社会东西毕业，然后后来念了台大城乡所，然后目前是这学期就考虑休学。然后休学的原因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念研究所的原因就是想要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如果找到的话，那就已经不虚此行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先暂停课业，然后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目前其实任职一个想要给小朋友做厨艺的一个厨艺教室。那这个工作其实会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觉得跟我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情有关，所以暂时先接了这个职位这样。那刚刚就是开始让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其实觉得非常之羞赧。然后其实这个照片，我小时候，就玩对于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是或者这个照片，就曾经在这里拍过这张照片，其实完全没有印象，是我去年爷爷过世之后才找到这张照片，然后觉得非常的惊奇，是因为我觉得，或许就是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有这种在农田边的经验，然后才让我对于台湾乡村、台湾土地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情感。那其实，我自己的父亲是，他们是有，就是小时候是有非常跟土地，就跟稻作跟这一些劳作是有非常深的关系，然后甚至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经验。但我自己其实是没有的，那就是只是小时候因为有跟阿妈一起住，所以拍下这张照片，然后也感觉是在我心里面有埋了一个跟土地这种连。然后我觉得，之后会想要就是透过料理，然后来跟大家介绍台湾乡村一些议题，或许跟那个时候的记忆是有关系的这样。那刚刚看这张照片，好像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我刚刚解释过，其实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印象，然后是一直是到2010年，然后我参与了台湾农村阵线一些营队活动，然后慢慢开始走进台湾农村，那就是第一个接触的乡镇，然后是苗栗南庄的大南埔，然后这是那时候的照片。对，然后其实在台湾农村有非常多美好的一面，比如说这样的风景，然后非常丰富的物产，然后非常浓厚的人情等，但是可以想象。但是其实就是农村里面正在发生非常多就是令人感到非常哀伤的事情。那这张照片我觉得是我看过就是最令我感到心痛的一个照片，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苗栗大埔事件，可能去年的时候有人知道吗？就去年的时候还有张耀煌就是张医师，然后甚至是自杀那个案件。对，虽然是不同时期，但是同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是一个怪兽在一个即将要结穗的稻田里面。然后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是种植或是养育这一片稻田的农人的话，看到这样的景象，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下一张手册下。然后这个是在前年，然后彰化西中中科抢水的事件，就是中科四期要建，然后跟农民，因为他们需要用非常大量的水来供应那个工厂的运作，然后就跟农民，就是农民就没有办法有充足的水源能够灌溉他们的土地。那这个是一群农民，然后以及声援者的抗争的画面。然后刚刚在画面左边其实是一个作家叫吴英玲，然后他真的是非常的勇敢的就坐在即将那个拆除即将动工的那个怪兽前面。那看到这么多就是令人哀伤的抗争的画面或是故事，其实是非常难过的。然后但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很了解我自己的个性，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现阶段人生有非常多的包袱，然后没办法像吴英宁那样子坐在怪手前面以非常勇敢的方式直接冲撞这个体制，然后甚至是跟就是做出对抗的这些行为。或许比如说每年农民上凯道，然后大家去凯道上面散散步，然后听听音乐会这种，就是我还可以就是参与。然后但是再更激烈一点，就是其实没有呈现非常多冲撞或者血腥流血的画面，然后但那些画面其实都真实存在。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现在生命中还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才想思考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有别于这样子比较激进或者是比较悲情诉求的方式，然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些跟台湾跟农村跟食物有关的议题。这样好，现在这样，然后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开始了这个计划。下一张，那我们计划我们有一个粉丝页，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帮我按赞。下一张，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料理，透过食物，然后降低大家觉得这些议题非常严肃的门槛，然后吸引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认识台湾农村土地。那我们的活动有非常多，有料理工作坊，有共识派对等等等。然后都是希望能够以非常轻松的方式，然后大家吃吃喝喝，然后也顺便认识了解就是我们这块土地。对，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叫和和的一些理由。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是一个连接的意象，然后创造人和人、都市和农村的联系。然后和和就是也是两个象形，就是吃有个口，然后有个道和的和，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很开心的吃米，然后在体验台湾的农村的美好之余，然后可以一起来关心这样。那就是我们办过的一些活动的照片，比如说我们就是透过做果酱来介绍一些格外品的概念。那就是好，可以接着放。然后就是做米布丁和米汉堡，然后认识台湾的米。然后做豆渣饼，介绍鸡改黄豆的这一题。然后还有办过派对，下一张。然后这个也是派对，然后也是派对，然后这是另外的工作坊，下一张。然后这也是比较派对性质的。然后前面几场其实都是在北部举办，然后我们前一阵子有办了红豆生南国的这个料理工作坊，然后是透过做铜锣烧，然后介绍美浓的红豆，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些使用，就是农民使用落叶机的这个议题。那这个活动就是在高雄，然后在台中的好伴举办，这个郑贵朋友就是也有来参加我们台中在好伴场的活动。那就是接下来还会在北投、在台南还有嘉义举办，然后希望就是能够走出台北，然后到更多的地方举办。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感动，是我们其实有在活动，因为我们活动看起来都好像很吃喝玩乐，然后就是其实也一直在反思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这些概念。然后这个是有一个活动的参与者，他在会后就是转播，就是他有写一些短文，然后他就有让我们就是非常的感动。还有下一个，然后这个就是更令人感动的，就是他甚至就是到美浓去找也是环境友善种植的农友，然后希望能够制作他的甜品。那就是我们会一直希望说，就是好像办这些很吃喝玩乐，然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内容的活动，也可以在里面偷塞一些就是挂羊头卖羊头之余也顺便卖狗肉。就是我们教大家，就是活动上面说要教做铜锣烧，然后我们就也真的教大家做铜锣烧，但是在做铜锣烧之前或是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大家讲更多关于产地、关于农村的这些故事。那我们会希望说这是一股微小然后但是坚定的力量，然后让就是跟更多人分享这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为这片土地做更多的事情。谢谢大家。
好，来五分钟 Q&A 时间。下次办。下次就是会先在北投，然后是在3月16日。那我们是希望就是在三月之前可以把红豆这一系列办完，然后4月开始一个全新的单元。然后全新的单元会希望是能够在各地可以巡回的举办。所以刚刚是说北投吗？嗯，中部这边就是。好办，已经办完了。错过了，错过了。铜锣烧好吃哦。你哭。你们之后会考虑，就是有一些跟肉有关的，因为其实，我有听过问卷，因为说搞不好台南有什么黄牛什么，你们可以弄个牛排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像我们对这个就很有兴趣，可是甜点有时候男生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吃。嗯，就是我们会多元开发。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喜欢煎牛排。就是牛筋很紧张啊。对对对对。就是安心畜牧的这种，对对对，因为这其实都算是农业的一块。嗯。所以你是从食材出发去想主题，还是从主题去？其实是从食材出发，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每一季办的活动是能够符合当季的那个食材，所以是从食材出发。就是像是红豆，那时候我们是想说，哎，因为我们那红豆最一开始是在一月举办，然后我就想说，哎，一月有什么食材，然后就想到红豆这样，然后红豆再想到铜锣烧。最近可以草莓季一下，对不对？对，但快结束了。那我想补充一点，因为他们当初铜锣烧，他们是完全就是无添加食材，就是他们都是用在，就是没有再额外添加什么香料，都是用面粉啊，然后鸡蛋，就是让你从最原始的方式去出发，就完成一个食物，所以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结束。就是我们会，就是像有很多人做松饼或铜锣烧会加那种泡打粉，或者是那种小苏打粉，这种可能比较食品添加物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说，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传递就是比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就是希望，虽然可能我们也会跟大家解释说，我们做完铜锣烧可能就要立刻吃，要不然它放久了可能就口感没有那么好。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放这些食品添加物。有没有朋友有问题的？或者是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绍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合这个阶段，就是还没有一个实体空间，那我们就一直梦想的未来就是有一个实体空间。那我们现在定位自己的这个阶段，就是能够一直办活动，然后找认识新的农夫，认识新的人，就是食材，然后累积自己的就是这样子的经验之后，然后未来有机会够经营一个实体空间，然后那个空间可以是办那些活动，然后大家一起共识，然后能够认识更多人，然后能够把我们的理念传递了给更多人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就是有想对有空间的话，或者是对于我们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就是也会，因为我们也会定期的到好办来举办，然后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掌声谢谢一婷。谢谢。